台湾女星林依晨寻日以形象大使身份出席护肤品牌活动，并透露而家正在横店赶拍紧古装剧。今次的活动以海洋为题材，更加即场播放由依晨担任的广告。期间大会仲安排了两位小朋友向依晨送上礼物和亲吻。不过小企鹅可能太过入戏了，喂，小朋友是石不是剁啊。而今年就踏入30岁的依晨就说自己不怕做剩女，他说最重要是心境年轻，希望日后可以找到适合的人才结婚。